准备点，准备点。这个人突然之间走进我生命，咁我哋就开始咗啦。咁啊，喺我有冇人睇过我 Starco 嘅 show 啊？喺旧年啊，前年嘅年尾，咁啊喺嗰个 show 之后咧，我哋就开始咗啦。咁到而家就年零啦。咁佢成日都问，点解你唔写首歌俾我？我以前咧写啲歌全部都系失恋先写，俾人飞啊，好惨嘅。咁我梗系唔想有啲咁嘅经历写俾你啦。咁我喺度其实呃佢嘅啫，其实我暗地里我已经写咗一首最好嘅歌，好想喺今晚送俾佢。其实我每一日同你食完饭，我话要翻去做嘢，其实我系翻去写嘅，写歌词，谂到我头都大埋。呢首歌系我写，我作曲，我仲写埋歌词喺呢度。你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我想将这首歌送给他。歌词全部都是我的对你的心声，我说话你。这副卖相，人海里能跟你遇上，我像中奖，你是多么的漂亮。情感里迷失过路向，你欣赏这衣裳，谁知跟你奇妙的恋上，原会清早拖着你细想朝阳，是我最渴望的金奖，能一世讲一次，可会愿意做我妻子？如果今晚可以将这绝美钻戒戴上你手指，在歌声中给你浓情蜜意，留在这段旋律里，有你与我的故事，能一世找一个跟我绝配白雪公主，从此一生一意，这礼物要送你幸福一辈子。互相牵手走遍繁华闹市，期待与你一起过日子。我想落嚟得唔得？
系边只手指嘅？我唔好知佢。中。第四只，第四只。好感動。